大台市公所安排精彩的商量献水表演热场，随后由大台市长谢淑阿带领游会来宾唱歌祭拜天地，并且举行精彩的仪式，庆祝本市八零二福田吊桥落成典礼。再敬礼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剪。福田吊桥落成启用，包括副馆长、真侪位关议员、市民代表以及社区的居民，怀着欢喜的心情前往体验。无论是吊桥的建筑特色，或是整体的景观，拢予人真肯定。感觉这个桥起了啥款？真舒适，真舒适吼。这桥起了好无？做好诶，做好诶，啊，对袂灵带动以后的观光哦，有真大的好处。很好，真袂歹，真袂歹，很欢喜诶。真水，真水吼。嗯，真美观，真美观吼。诶，无简单。吼，不管是阮卖林里要来发展到这个观光的这个景点的旅游，还是斗六市整体的这个旅游的话吼，决定有真大的这个迄个讲帮助呢。斗六市长谢淑阿表示，这座吊桥的兴建，为民国99年向水利署中水局来提报计划，经过设计规划发包施工。105年终于是落成启用。咱这个吊桥哈，会使讲是哈，造价不菲啦，3500万。这个经费是咱中区水资局哈，也算是我们整个湖山水库哈的一个地方的回馈金之一啊，所以真欢喜，阿嘛真感谢咱中水局。大台市梅林社区有福田宫、梅林桥、福田吊桥等景点，配合附近的清水公园、堤岸步道、自行车道的规划。地方期待未来会当带动当地观光旅游发展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